电动玩具，乒乓的跳，电厂经理又吼又叫。少年们手动心也跳，无怨无怨地往下掉。老板在一旁偷偷笑，今天口袋有包包，心里的高兴无人笑，赶快回家数钞票。少年输光了回家要，妈咪不给就动歪脑。平时上课从不迟到，作业功课都呱呱叫。如此一来可不得了，平行成绩也往下掉。妈咪流泪 daddy 跳脚，就连小狗都不敢叫。成龙的梦飞跑，父母脸上失去了笑。从早到晚孩子找不到，气得把嘴唇天天咬。听一句至诚的劝告，重新背起你的书包，快快回到你的学校，使你全家都乐淘淘。